你说要不要过去看一下呀？哎呦，欢迎新直播间哥哥姐姐们。哎，你好。哎。哟。王鑫。现在干嘛？你别过来。我干嘛？我正说过去找你，你叫别来。你干嘛呢？我过来玩的嘛。你别来，我在上厕所。你在那儿上什么厕所啊？我天。我肚子好痛。哼，你为什么在那儿上厕所啊？天哪。纸巾，带纸巾啊！纸巾在车上，这儿哪有纸啊？不是，你随便给我摘个叶子。哎呀，我天，谁在那儿上厕所呀？我的天，我哪给你摘叶子是吧？两片。那你在那儿上厕所，我也走不过来呀。你拿到旁边给我嘛。拿到啊，哥姐姐们，他在那儿上厕所。哎呦，我给你找点。帮我找两根棍子。棍子吗？嗯。你确定找棍子可以？哦，哥姐姐们，他在那上厕所，他叫我给他拿纸，他叫我给他找叶子。哎呦，我上哪里去给他找叶子去啊？哎呦，你等等我，我给你找一下。哎呦，这个棍子是吧？他要棍子，我给他找个棍子。这个棍子够大了吧？那么大一个棍子，这个小一点的好用吧？那上厕所谁用棍子呀？天哪！给他找，哎呀，那下面好远呢，我都给他找不到下面的。欢迎新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我给他拿叶子，我怎么过来给你啊？你走到我旁边嘛，你把头转过去。我开着直播呢。那你不能给别人看。这直播间哥哥姐姐们那么多，哎呦，哥哥姐姐们，你们稍等一下，我给他拿那个纸和棍子过去，他在那上厕所。哎呦，天哪！你别看，你闭着眼睛。我这，哎呦，我怎么过来嘛？我拿着手机的。你把手机转过去吧。哎呦，哥哥姐姐们，我怎么给他拿过去？我手机，我给你拿到纸了。你棍子够不？我再给你拿点棍子不？我要两根棍子。我也有两根棍子，我也给你拿两根棍子了。叶子啊，叶子有两片，我再给你拿一片嫩一点的吧。不用，嫩一点的好，嫩一点的柔软一点。来了不？我来了，但是我，哎呦，你头都，我看着直播呢，你叫我别看你，哥哥姐姐们，我要给他拿过去吗？你们都在直播间，哎呦，怎么有人能在路边上上厕所？哎，你真的。人不是有三急吗？我急死啊。哎呦，欢迎新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主播在贵州过来找小乔，哪知道，哎呀，那我给你拿。你不能看我，你把脸转过去。我把脸转过去是吧？你闭着眼走过来。哎，你别拿手机对。我拍着叶子，我拍着叶子。哎呦，这个女孩子真的。哎呦，天哪，我头拧开了，哎呦。你看这个女孩子，哥哥，哎呦，差点摔了，你看啊！我很快啦！哎呀！等一下我嘛！欢迎新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欢迎新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。主播现在这会儿在等小乔，大家可以看到吗？这边的房子哦，那种苗寨哟，好多这种房子，很漂亮，在半山腰上，很高，这边海拔也蛮高的，在贵州这边苗族侗族的寨子这边。你们有吃过饭吗？可以帮主播点点关注，点一点赞，好不好？小手动起来，帮主播破个任务，好不好？点点赞。哎呦，你好了吗，小乔？好了。哎呦天，你可是真厉害呀！我腿都麻了。你好啦？好啦。哎呦，大家看，小乔好了，已经出来了。这个棍子要去洗一下。是吗？你还给他拿出来干嘛？拿下次还能用啊。你不要给他拿出来，你给他扔了，我下次再给你捡新的嘛，好不好？那行吧。我下次给你捡新的。哎，你衣服有点脏，我帮你拍一拍。哎，你看，哎，我待会儿摔掉了。哎，不脏的，好看的。哎呦，走吧。哎呦，你在这里上厕所，你真的，一天吓我一跳嘞。你来干嘛呀？嗯。来看我上厕所。对呀、啊，我上来找你玩，谁知道你在上厕所啊？太不好意思了。
欢迎新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你们可以动动小手帮主播点点赞，就这样手这样点点赞，破个任务好不好？主播有个点赞任务好不好？你们点点赞，然后完了之后，主播一会儿给大家发福袋，好不好？吃饭了吗？我吃了，我吃了，过来找你。就被你看到我在上厕所。我说过来找你，哪知道你在这里上厕所啊？多不好意思啊！天哪，那你在家里干嘛来的？你头上是啥东西啊？你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头上有吗？有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你这扎了个啥东西啊？这是。哦，这是我的头花。哦，你还整个头花嘞？你整头发干啥？出去玩呢，漂亮、啊。让我给你弄上。哎呀，这样好看一点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它掉下去了。刚刚是立起来的。嗯，掉了吗？嗯。爷爷来，爷爷在家吗？看不。好看的、啊。好看的、啊。爷爷在家吗？在家。在家的呀。嗯，他今天有点不太舒服。他在家里睡觉啊？嗯。那今天你要帮他干活喽？我帮他干活呀。这么红啊！我回去换个衣服，因为我刚刚去那个镇上卖东西回来，我就现在去换衣服干活去了。要去干活啊？嗯。好啊，那我去你家坐一坐呗。我正好给爷爷带礼物了嘞。带了啥？都不告诉你，给爷爷的。我有吗？你的礼物在车上还没给你拿呢。那好吧。欢迎新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！主播在贵州，贵州小乔穿的这个是苗族的这个衣服，很漂亮的。这边苗寨穿的都是这种衣服，花花绿绿、漂漂亮亮的，红黄蓝的。慢一点哦。你慢一点，今天下雨了，这个路很滑、啊。我可以慢慢走的。刚刚上厕所的时候比较急，就摔了一跤。你都摔了？哦，那个腿有点痛。疼得很吗？嗯。那不然没事，一会儿我有法宝。你要给我按摩呀？我不。哎，不能乱说的，我直播间那么多哥哥姐姐们，按摩不能说，害怕的。捶捶腿。这不是这边的女孩子不是不能够去碰到吗？碰到的话好像，对吗？可以摸呀，摸不是，可摸头发不行。不能摸头发是吧？摸一摸就三年多呀。三年多是什么意思？干活呀，留下来。哥哥姐姐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摸到这边苗族女孩子的头发呀什么什么的话，你就得在这边来上门干三年的活嘞。嗯。干完三年活之后呢，留下来干嘛？就处对象呗。就处对象，就在这边生活了。对呀。天哪！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你们有愿意留三年的吗？你们有留三年的吗？有愿意要在这边留三年的吗？留三年还是有点厉害哟、哦，要干三年的活哟。那我们一起干不是很快乐吗？那你找人干活的话，比如说你要找个伴的话，那对年纪什么的有讲究吗？嗯，我要找一个30-30岁的吧。30-40以下是吧？40岁都可以接受啊。那50可以吗？50、也可以，长得好看的话。50的话干不动活了怎么办？那不行哦，要干活的。如果50岁你还能干活、哦、那可以，我们这里的都能干活。这是必须要干满三年的活了哦。对呀、啊。哎呦天哪，那干完这三年活的话，那是不是给钱也得给不少哦，到时候。给钱。哦。给你钱、啊。三年的话可以同居吗？三年期间可以，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哎。这三年的话，那我住哪里啊？你住我家呀。哦，就我也在家里面住。就。有别的房间，我可以在别的房间里面住，对吧？有隔起来的，一间一间的，你就睡在空出来的位置。如果没有位置，你就打地铺呀。啊，是的哦。那我到时候我就去那边住的话，我就。你不会安排我住那个什么猪圈里头吧？你想也可以啊。我害怕嘞。你怕啥呀？我没有胆子，我害怕的时候。你怕，你怕啥？我怕猪的嘛。那猪很安全啊。它晚上睡觉要打呼的，猪打呼很响的。它吃东西它也打呼。你慢点，别摔着了。好滑呀、啊，这个路。哥姐们，你们看，它每天要走这种路，石板路，好溜好滑的。这个衣服好漂亮啊！你今天这个衣服我还没有见到过嘞。有好多套，你这个衣服走起路来哗啦啦的，还在响。上面都是银嘛。哦。我们这里女孩子都会戴银的。好漂亮啊！直播间各位姐姐们，你们平时有见到这种衣服吗？这种衣服蛮好看的，很有民族的特色。哦。欢迎新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欢迎新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。对，小乔，刚刚碰到小乔。哎呦，天哪！欢迎新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主播现在在贵州，你看后面那个房子多漂亮啊。走吗？
不是去我家吗？不着急啊，我们慢慢走啊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你又穿得这么好看，阴阴凉凉的，可以在外边玩一玩啊。大家可以帮主播点一点赞，好不好？小手动起来，每个人可以点300个赞，好不好？帮主播点点赞之后，主播一会儿给大家发发福袋，是不是？安排福利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可以动动小手帮忙主播点点赞，主播破一下任务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你今天怎么？我咋了？你今天怎么？干啥？这么好看啊！啊，我今天过来不是要去你家，我想要见爷爷，我肯定得弄好看一点点的。今天你有点精神抖擞的样子。为啥？不知道呀，看着挺顺眼的。我今天带礼物了的原因吧？是这样的吗？应该是吧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大家的关注啊！昨天的饭好吃不？昨天的饭好吃啊，好吃吧？对，我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那今晚继续？今晚吗？嗯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今晚想吃啥，我请你吃呗。请我吃肉？只吃肉吗？嗯，没问题啊，姐在家等你。哦，欢迎新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欢迎你们啊！你看这个天哦，今天都要下雨了哦，感觉下过雨了。会吗？已经下了吗？下了，你看那个路很滑。对，现在可是看着还会下呀，你看哥哥姐姐们那边的山，哦哟，呜呜的，感觉那个云全是乌云，一会儿下大雨来的。你闻到什么味道了不？我闻到了呀。好，哎，是什么味道？烧柴火的味道嘞。煮那些，煮那些吃的。还有点，还有点香啊。是猪吃的。哦，是猪吃的哇、嗯。我以为是给人。哎，你看那个小乔、啊，那棵树长果子嘞，那儿，那儿啊、哦，那棵树长好多果子。你知道是什么不？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我知道啊，这是无花果嘛？不是。是吗？哥哥姐姐们，你们看，这不是无花果是啥？这是青苹果。青苹果。嗯。哎呀，这果子好大一个，它还没有成熟吧？还没。这也能吃？也能吃吗？要不要来一个？不要，这个是酸的。我刚看那后面还有一棵树，那个果子才漂亮嘞。是枇杷吗？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有人说是枇杷，是枇杷吗？这个是枇杷吗？我看着不太像嘞，是还没长大的枇杷。枇杷是黄色的呀，还没长大嘛。枇杷是黄色的，那不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呢？还没长大呀。哎呦，欢迎欢迎各位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谢谢你们的点赞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的点赞。我看那棵树上还有好多那个果子，我是没有见过。那个，嗯，你看一看。欢迎苗家阿哥，对，哦，是认识枇杷的。这儿，你看这个果子。好小好小个、哦这个、桃子吗还是啥，这么小颗这么小颗，特别好吃。而且就是现在不是农历二月份吗、啊、三四月的时候它就会出来了，就长大了是吧？猜一下是什么嘛？它可以长这么大吗？这桃子也不像啊、嗯、你猜一下嘛。桃子我感觉这颗大一点，特别好吃。它没人认识吧，这个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我估计酸酸脆脆的。酸酸脆脆的吗、嗯、哎呦我天哪，酸酸脆脆的。嗯，是这个样子的。李子咋了咋了？不知道，你不知道是什么吗？李子。哦，是李子哦。李子。哦，是李子。嗯。哦的，刚刚有个奶奶过来跟我们说是李子，小乔漂亮啊。好，欢迎新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奶奶过来跟我们说是这个李子。拿过来是李子，聊过来。哦，还有梨树。嗯。哦，行，可以过去看看那边的梨树吗？好多树哦。枇杷树，这个刚刚他们跟我说了，直播间哥哥姐姐们跟我说了，是梨树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帮忙动手点点赞，好不好？主播在贵州这边，在贵州，然后苗族侗族之乡，在山寨半山腰上，然后可以动动小手帮主播点点赞，破个10000的赞，好不好？主播有点赞任务，好不好？主播一会儿安排福袋，在这个半山上，大家看，哦。好漂亮啊，这里你看小乔，你慢一点，你别摔到了，你刚刚摔一跤，嗯，摔了腿好痛。你慢一点，这摔的可不轻巧，我这那么高。天哪，欢迎新直播间哥哥姐姐们。这里特别好看，山里面空气又特别好，你有空要多来。我每天都来好不好？嗯，从今天开始我每次都过来找你们玩。你不回家啦？我在这边住，我住三年。住三年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你们支持主播在这边住个三年吗？如果你们支持主播住三年的话，主播哗一下上去摸他的头发，被你听到了，别开玩笑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不能乱开这种玩笑。没有啊，可以摸头发，你摸一下我头发很柔软的。
你头发还是很好看的。你看你头发那么粗糙，不能乱摸的。你也来呀？好啊，欢迎你们来，欢迎你们来玩，好不好？在贵州遵义这边，好不好？欢迎你们来玩。哦，你们也支持我在这边待三年啊，待三年要吃好多苦，我要在这边干三年的活，你们受得了？不苦啊，不苦啊。干活怎么会苦呢？你跟我一起干活苦吗？那跟你看到我不就甜甜的吗？天天跟你干活其实蛮累的我，但是如果你把你那些姐妹什么的都叫出来一起干活的话，我估计就轻松好多。人多力量大嘛，我想着。人呐、啊，不能这么贪心的。没有，我想着，你看，比如说这块地大家要干活，那大那么多人一起干活，那不是很轻松吗？那你肯定要给人家钱啊，人家才给你干活，你不如自己干。我们可以，我们可以发工资给他们吗？那你有钱吗？我可以发呀。哦，那就行啊。然后你到时候把他们都叫过来，是吧？我直播间还有那么多哥哥姐姐们，他们指不定还想过来玩嘞。他、过来玩的话，是吧？他指不定还在这边可以讨个老婆什么的。嗯。是吧？蛮好的吧？那是你自己想要吧。哪有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？住三年好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！你们在怂恿主播啊，在鼓励主播啊，一天工钱多少？哎，对哦，小乔在这边干活，比如说你看下面这个收那个桑葚什么的干活的话，一年他要收一天的话要赚多少钱啊？一天啊，一天12个小时，100-110左右吧。100多块钱呢、啊？100多块。哎呦，天哪，这边还是蛮不错的哦。谢谢新，欢迎新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这么漂亮的吗？对，她是蛮漂亮的，我也发现她有点漂亮哎。但是他跟我说他还有认识好多那个女孩子闺蜜什么的，都蛮漂亮的这边女孩子。嗯，奶奶要裹吗？你要裹吗？要不。哦，奶奶要过，奶奶要上街去了哦。你胃口怎么这么大？我不是胃口大，我只是。看你在我家吃饭也吃的不少。我只是比较好吃嘛，我。你什么都想要多，你看吃饭你也要多的。你说女孩子干活你也要多的。哪有，没有的。你胃口太大了。没有，不存在这回事情，好不好？谢谢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帮忙点赞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帮忙点的赞。然后完了，我是准备往那边过去。嗯，爷爷在家。啊，爷爷在家。爷爷说，你还挺满意的，还就是见了几面，觉得你还挺好的。啊，我今天不是给他带了小礼物吗？我昨天没有提东西，我就过来了。嗯。哎呦，欢迎新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欢迎。好多好多这边漂亮的衣服哦，你们说这边的衣服好漂亮是不是？这边衣服确实蛮好看的。这是我们苗族的衣服，我们这边女孩子都会这么穿，像平时出去赶集呀、去玩啊，篝火晚会啊，都会穿比较鲜艳一点的衣服。那爷爷今天生病不舒服的话，一会儿我就把礼物悄悄给你，然后完了之后你再把礼物给爷爷，好不好？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嗯，可以吗？等他睡觉啊，我就不好把他叫醒了，一会儿等他醒的时候你再给他。然后完了之后给他了，那我下次再过来的时候再蹭饭，我就好蹭一点嘛。蹭饭。对呀、啊。好嘛。我得过来吃饭嘛。没事，你想来你随时来，我做给你吃。那我把礼物悄悄的给你哦。我也有吗？是给爷爷的。给爷爷的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我是给小乔的爷爷带了好多礼物来的。大家看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好东西来的，你看看。哦，我知道啊，我在赶集的时候有看过。你没有买到过这种吧、就是、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觉得我把这个送给爷爷怎么样？爷爷岁数也大了是吧，上了一点年纪了。但是不是这种在赶集的时候买的，小小瓶的。怎么可能，你赶集能买到这个吗？这个可是香、这个、香港过来的。我知道，我说买的不是这个，因为平时爷爷不是那个腰不舒服吗、我也会买一些。你拿着我给你看啊、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我真的是托朋友从香港拿过来，那边朋友给发过来的。我你看这个蛮好的哦，这个一瓶对的，不贵的，小乔，这个不贵，我带给爷爷的礼物。这个要多少钱？这个不要很多钱的。我跟你说，比如说爷爷他平时干活呀，累了呀，身体不舒服呀，干嘛的时候，你可以给点给爷爷。嗯。什么牌子的吗？那这个怎么样？是香港大药房的哦，是香港大药房的，有人在问，好不好？哦。那我们走吧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走吧，悄悄，悄悄往院子那边走，好不好？不贵吧。这个不贵的，不贵的，哥哥姐姐们，你看我说到要给他带礼物，我就带了吧，没有骗大家吧？我是不会给大家说空手来玩。是吃的吗？怎么可能是吃的？这个是用的。这个包装好像吃的，能是用的吗？用的，不能吃的。
这个是不能吃的。我拿去给爷爷，我看一下爷爷醒了没有。好啊。那你去我家嘛，给你倒点水。什么？你们也想要吗？直播间哥哥姐姐们有人想要吗？有人，这个蛮有用的，因为不好给大家多说的，但是挺好用的。如果大家想要的话，可以打个想要好吗？是我朋友带的，我朋友他们平时有在卖嘛，我就叫朋友那个。什么礼物？这个是个活络油来的，活络油，给爷爷带了一个活络油。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你们有想要的吗？我去看一下爷爷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哟，这地上有点滑嘞，天哪，好滑！你去看爷爷，不要摔倒了啊。腰疼能不能用？腰疼可以啊，腰疼就是腰疼啊，腿疼这些可以用的。我看这么多人想要，你们是要想要吗？要想要的话，我可以给大家想办法问一下我朋友，叫他帮忙，好不好？你做一下呗。没有，我这那这个怎么给呀？我可以问一下我朋友，我朋友是那边的厂家来的，我可以让他上一个链接。就给你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我想着上个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你们真的想要吗？真的想要的话，我叫我朋友上个链接哦，我问一下他好不好？嗯，他那边如果可以的话，哦，就是因为平时爷爷就是干活嘛，我发个消息问他想要是吧？想要是吧？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哦，想要的打个想要，那么多人想要吗？这个我可以拆吗？可以拆开呀。哦，那我看一下这个怎么好啊？用它现在不舒服，我拿去给他。你要给它拆开吗？嗯 ，OK 啊，你可以给它拆一下，看一下好不好？没事的，你看爷爷用的好的话，我下次给它带多一点，好不好？这个怎么用呢？这个吗？嗯，这个的话就是抹涂抹，如果哪里不舒服的时候，然后你就可以用，嗯，好不好？比如说你走路啊，容易磕到，对吧？然后你刚上厕所啊，干嘛的？那下雨路滑摔到一下呀，干嘛的？你就平时磕了呀、碰了呀、扭到啊，干嘛的时候？比如说爷爷年纪大了，蹲的时候啊，站起来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，那它也是可以用的，小弯小节嘛。爷爷的腰经常这样子。对对，而且它不舒服的时候，你看它小弯小节，有点扭伤啊，然后风湿啊，就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嘛，对吧？嗯。那他痛的时候也可以用。哦，那我等一下爷爷醒了，我给他用一下。他哪里不舒服的话，你就可以给他抹到哪里。这么多人想要吗？这个东西平时我今天因为是给小乔带礼物的来的，平时因为他蛮不便宜的，我这个是从香港那边带过来的，不便宜的。然后完了，你们想要的话，我今天叫我朋友便宜一点吧，好不好？我去看一下爷爷。哦，好好好，你要去找爷爷吗？你不要把他吵醒了哦。没事，我看一下。如果哎呦，这好滑，哥哥姐姐们，这里好滑。还睡觉呢？还在睡吗？哦，等会儿我给他用吧。一会儿给他用吗？嗯，对，不然他老是说他不舒服。哎，小乔这会儿下雨的时候，他经常就说不舒服了。这会儿直播间好多哥哥姐姐们，他们打想要嘞，我要不拆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嘞？哦，那。那想要怎么给呀、啊？给吗？你有那么多吗？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你们先不要慌着去拍，好不好？我刚刚问到了一个链接，你们先不要慌着去拍，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样个用，好不好？而且我要给优惠的，现在有去拍的哥哥姐姐们，你们先不要拍，好不好？这个东西是平时的时候，就比如说坐久了呀，大家上班呐、啊，干嘛呀，或者是久坐啊，干嘛腰酸痛啊，肩膀疼啊，然后比如说腰椎啊，各种地方疼，然后。你不舒服，背不舒服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抹一抹，哪里难受的话，你就可以抹一下哪里。那我问一下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哦，针对于老秃腰啊，哦，我问一下哥哥姐姐们，你们平时有没有这里手痛痛，那个脚痛痛的，小关小节有没有就是咯吱咯吱响的？有时候蹲下来的时候，感觉年轻的时候很久没有碰脚碰手的，然后完了之后现在就这里痛那里痛的。就是爷爷经常脚也不舒服。对啊，因为很多爷爷可以擦吗？因为可以啊、因为很多哥哥姐姐们现在是那样子的，就是现在这个天气来了之后还没有来，然后要下雨的时候身体就各种疼，比天气预报都还要准。就是、因为这两天下雨了，所以爷爷就不舒服了啊，他就一直在床上躺着，我就说不知道怎么办。平时晚上的话也会给他按一下摩吗？也会给他按一按，对不对？嗯、不舒服，没有好。那这样子，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这个价格太贵了，我给你们要了一个优惠下来，然后完了之后呢，但是这个我们不能够把它
我没有太多，没有太多，很少的。我朋友那里，因为是朋友嘛，友情价给的很少。这样子我们便宜一点好不好？我们给大家这个日常价有给大家看到过是不是？我们今天我给大家39块钱，然后两个好不好？买一个的话还要给你送多一个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好不好？我手机上可以直接改个价格，然后完了之后我给大家改个价格给大家上，大家再去拍好不好？39块钱，39块钱好不好？大家可以去得两个好不好？这么多啊？对，不多的，就39块钱两个。大家可以去点击那个链接好不好？那个链接上面已经放上去了好不好？要的朋友大家可以帮忙问一问，大家可以点击链接看一看好不好？39块9好不好？39块9拍一发一好不好？给大家两个好不好？就这个能用多久啊？这个吗？嗯，这可以用很久。我一瓶的话，它平时就只用涂抹一点点就好了。嗯、两瓶的话，一年多两年你都用不完的。嗯，那太好了。就爷爷的腰就不舒服，就可以帮他用一用，给他用一用。但哥哥姐姐们，我们已经把这个，我已经把这个链接放到了，然后大家可以点进去看看，好不好？拍一发一，好不好？得两瓶，然后平时这里痛痛啊，那里难受啊，什么蹲起来的时候关节嘎吱嘎吱响啊，干嘛的时候，然后腰肌劳损啊。你都可以用，哪里不舒服，脖子酸痛啊，手磕磕碰碰啊，全部都能用的，好不好？我看里面还有那个什么三七呢。哦，这个我经常会在山里面去采这些药材、啊、给爷爷弄。这个东西的话全是那种草本萃取的嘞。哦，对啊，所以我平时就是如果爷爷不舒服就要去山上去摘一些药材给爷爷，但是好麻烦，经常摘不到。他这个是香港过来的，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对，他全部是那个的。拍了的朋友可以打个拍了加急好不好？这个全部是那种药材，有那个全蝎呀、藏红花呀、艾草啊、杜仲啊、黄姜、肉桂、玄参，还有三七、西洋参、哦、全是这种草本里面萃取起来的。这草我知道，就平时也会去采回来。对，很多人都在用的，其实就像柴米油盐一样的，大家都可以备在家里面，对不对？不要突发情况，有时候到了想用的时候发现没有，对不对？是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说对不对？而且外面那个日常价蛮贵的，今天的话给到大家的话是39.9米的话是两盒，两盒备在家里面的话一两年你都用不光它，对不对？至少就够大家用上一年的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如果说今天拍到的家人们的话，我再多加一盒那个透骨贴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到手是三个东西，还给大家一个透骨贴，好不好？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还有一个礼物的嘛。还有礼物。嗯，那个因为太大，我怕你拿不了，没给的。还有一个这个的。这个。嗯。这个能干嘛呀？这个是哪里？你抹完这个之后，然后你还可以贴到身上去。这个吗？哎。我可以打开看一下吗？可以啊。欢迎新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单数不多了，单数不多了。就是哪里舒服就可以，舒服就可以贴吗？对，哪里不舒服可以贴。对，总共就只有，总共就只有5单，哥哥姐姐们，总共就只有5单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大家抓紧时间抢，抢了之后没有了就没有了，然后完了之后主播差不多就要去给爷爷用了。然后今天是拍一盒这个，然后还要得一盒这个，完了之后还要给大家一个透骨贴，大家知道吧？泰国，然后这个是香港大药房，香港大药房大家知道有多难过来吧？大家一般过去是买不着这个东西的。这个、这个怎么这么多呀？啊？那里面有这么多？对呀、啊，我数了一下有24个哎。一般用不完的，你放上这个，用这个油，你给爷爷涂抹完这个油，涂抹完了这个油之后呢？然后等它干掉了之后再用这个贴轻轻给它贴一下的话、嗯、你看保证就好好的舒舒服服的，对吧？大家拿回去的话开开用，涂了之后觉得没有那么好用的话，我们这边是7天无理由的，好不好？直播间的哥哥姐们可以放心，放心大胆的去拍，好不好？像我平时干活就是经常拿那个锄头嘛，很重，然后这个肩膀也很痛，也可以贴吗？可以贴的，可以贴的，经常会酸痛，可以贴的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你们有抢到吗？有抢到吗？我们这个哦，好像已经卖没了，对吧？这个活络油已经卖没了，对吧？对的。哦，活络油已经卖没了，就没有了。就没有了，活络油已经抢光了。要不爷爷不要这么多，就是你拿回去吧。没有，这是给爷爷的礼物，也要给爷爷留着的。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哎呦，你们有抢到吗？都抢到了吗？没有抢到的打个没有好吗？抢到的打个抢到好不好？你们有拍到吗？这个？已经卖光了，卖光了！直播间那么多哥哥姐姐们，肯定有好多哥哥姐姐们是没有抢到的。已经卖完了，哦，总共没有多少，没有抢到吗？没，都没有抢到吗？还拍了活络油是吗？就你直播间的哥哥姐姐都要吗？嗯。那要不把这个给他们吧，我分一点给他们吧。他们有的好多人没有抢到哦，哎呦，我天哪，
稍微等一下，哥哥姐姐们，要不我再去联系一下，再给大家再上几单好不好？没有多少了不？我给大家说，哦，看到了，是没有了。还想要吗？这个已经抢光了，我看到了，已经抢光了，已经抢光了，没有了。哦，直播间还有哥哥姐姐们想要的话，我再让朋友们再上几单好不好？哥哥姐姐们，我想办法吧，我问一下，你稍等我一下，我联系一下我朋友好不好？哎呦，厂家，你直接来我直播间吧，朋友，你直接来我直播间好不好？我在直播间里跟你讲好不好？哎，我朋友在我的直播间嘞，我要不再让我的朋友给大家上个三单五单好不好？因为没有太多单了，直播间还有四五百个哥哥姐姐们。他说好，他说哦，那就再上五单怎么样？给大家再上五单，大家抓紧一下手速，确实没有办法争取太多了。今天就只有十单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去拍一下这个葫芦油，就买，只有十单，大家能抢到就抢到，没有拍到的话抓紧手速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些，就比如说拍了之后没有付款站着单的哥哥姐姐们，好不好？我就把它踢下去了，好不好？把那个库存踢出去了之后，我再放出来，大家抓紧时间抢，好不好？那我再给大家上五单。小乔是不是也腰也不太舒服？嗯，因为我这几天感冒了，有点咳嗽，咳到那个腰不太舒服，有点痛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又把链接放出来了，我放出来了，好不好？还有五单，大家抓紧时间去拍这五单，好不好？你等会儿帮我贴一下腰呗。我帮你贴腰啊。嗯，我都有点害怕，我不然我自己一个人我贴不到啊。我贴了腰的话，会不会不让走啊？要留三年啊？没事，你可以走。可以走吗？看到就好了。啊，行。我擦不到啊，你不是说要擦吗？哦，那就让爷爷帮你呗。爷爷不方便。那一会儿我帮你啊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香港大药房出产的，香港大药房出产的这个葫芦油，平时一瓶的话是169的日常价，然后完了今天星星这里给大家的话是39.9的话是两盒，拍一发二。是两盒，你平时哪里不舒服的时候给它贴上，好不好？贴上了之后，哦，给它抹上了之后，再用那个贴膏，那个叫膏药，对不对？给大家贴一下，这个就很舒服的，见效很好的，三五天就用好了。像平时好多哥哥姐姐们，他们身体不舒服的，然后完了之后腰酸背痛的，肩周炎的，是吧？坐骨神经痛的，然后磕磕绊绊，手上难受的，全部都可以用。你拍了两单吗？谢谢下单，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下一下单，好不好？一会儿没有单了，然后完了主播就下播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好大的那个草药味啊！对，里面有很多中药的，都是有中药的。嗯。然后我们这个葫芦油呢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哥哥姐姐们，这个葫芦油的话，它是有很多的草本的萃取的，是有全蝎、藏红花、艾草、杜仲、黄姜，然后还有肉桂啊、玄参啊、三七、西洋参等。全是这样萃取过来的，哥哥姐姐们。然后完了之后，你平时涂上去的话，你感觉几分钟就好像能渗透到你身体里面一样，会有微微凉的感觉。就你平时的话，你有手痛脚痛的，然后小关小节蹲下来嘎吱嘎吱响的话，都可以买。买在家里面的话是两盒，你可以放在那里的话，直接可以放到一年你都用不完，好不好？哥哥姐姐们，要不一会儿我们把爷爷叫起来，给爷爷涂一点啊。等会儿我给爷爷涂一下。对呀。教一下我吧。可以啊，那平时磕了绊了呀，然后。都可以用，刚刚也刷了一跤，可以贴吗？可以啊，但是我开的直播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贴啊，就真的腰有点酸，是吧？大家还有没有拍到的吗？还有没有拍到的哥哥可以抓紧时间下一下单，主播可以教大家一下是怎么样拍，好不好？因为直播间有很多哥哥姐姐们，他们可能不太会拍，不太会下单的哥哥姐姐们，有没有不会下单的？然后主播教大家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不会下单的朋友直接就点到这个主页链接，然后点立即购买，对不对？点到这个购买之后，然后直接下单，你看点一个这个支付，然后完了之后就有各种支付的模式，就可以付了，好不好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你们看里面可以某信啊、某宝啊，然后完了某卡呀、啊，都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平时对哪里疼的话都可以拿来抹擦擦就会好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这个是给大家两盒，就是39.9两盒，平时日常价169的39。什么时候发货吗？拍了之后今天就会发货的，很快的，好不好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你们拍了吗？哦哟，我天哪，我好渴呀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我们还没有什么单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个香港大药房的植物萃取的，你们哪里不舒服的时候就可以用，大家抓紧时间下单，好不好？主播差不多的话就要下播了。对，这个很好用的，大家都说很好用的。今天还送这个吗？
还要送，对。这个里面我数了一下，有24贴呢。24个，很多。这个贴这个对吧？对，就很好用的。我给小很久了耶。对，我给小乔贴了的话就不能走了，要待3年。你有拍吗？这个哥，这个健哥，你有拍吗？你有拍吗？可以拍点，在家里面备着哦。想给老人一单，宁夏多久到？宁夏的话很快的，就正常的物流，很快就能到的，哥哥姐姐们。正常的物流，只要能拍到的话，都是立马发货的。立马发货了之后，然后按照正常物流，基本上就是2-3天就能到。很偏远的地区，也就是撑死就是3-4天就能到，好不好？就不用担心爷爷经常腰不舒服了。谢谢下单的哥哥姐姐们，谢谢下单的哥哥姐姐们啊！然后大家有拍了的可以打个拍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这个好用的，就没了，已经拍了那么多了。今天的话就有这么多。嗯。而且这个是香港大药房的，我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香港的九龙大药房，它是1841年的，是百年老字号的品牌哦，你知道吧？在香港整个门店的话是有好几十家的，5-6十家的，很好用的，很多朋友想买都没有办法，只有在机场的那种免税店呢，然后各种才有办法买到，要不然就只有叫那香港那边朋友带到内地来。大家觉得好用的话，可以给家里面买一点，好不好？可以囤一点，好不好？那差不多呗，嗯，差不多呗。那我们等一下等爷爷醒吧。OK， 那主播差不多就先下播好不好？我们要先去给爷爷拿去磨一点，好不好？没有问题的，没有问题的，健哥，怎么可能有问题嘞？这个很好用的，好不好？你用到了7天无理由的话，就是可以直接无理由退回来的，好不好？对，我这里很划算的，我们差不多要拿进去给爷爷了。